そうそうそう。要推那么多吗？我给你推的很，都给你推的很少，都是头发多。那他这种，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就是？不影响呀，外面头发始终遮住的，不会里面的。早很粗。你现在摸一下，现在才是错。我摸一下。现在很错，我们一会儿把它剃了就错。咦，好吓人啊！我都不害怕，你也害怕？那你挺水火的吧？都行。他性格比较好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比较干脆的人，感觉。剪了短发回家就相亲。对。跟后面一样。但是我觉得他甩起来就看着他很光。这个不影响啊。不影响啊，你过两天就像我这样子，不影响啊。我觉得。看过了不好看的。但是两边那里，我觉得两边那里要不不剪吧。也可以。征求你的意见。我觉得好长，这些。他现在是长短不一的，刮一下他以后长出全是一样长。大概刮一下，就是这样的。你看他太长了。剪好多次了，人家一刀就剪了，你分了三次四次。OK， 我暂时想长一点。什么？好搞笑，我脖子上是长这么长的，差太多了。